夏小宁，样片都放完了，你还不关干什么？怎么，不敢了？我想与你醉在这三月的春光里，我想你能用你最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我。 而我，这段补录的吧？昨天没有这段，这女生谁啊？不知道啊。这段吻戏可真逼真啊！这是顾老师留给咱们的彩蛋吗？有劲不啊？的确很逼真。当然逼真了，因为这一段就是来真的。要说咱们顾老师就是敬业。 昨天顾老师听完样片，可能觉得吻戏他不太满意，他特地把小宁叫到录音棚来，专门来了一段真枪实弹的吻戏。我回去拿东西，正好碰见他。这一段啊，是我今天早上才把他剪出来的。不是的，小宁，真的假的？小宁，你也好有奉献精神哦。不是这样的。小宁，别谦虚了，快给我们大家讲一讲，顾老师是怎么带你入戏的。<笑> 夏小宁，出来一下。怎么，还要我扶你去工作吗？<笑> 顾总，您把我叫出来，就只是单纯的喝一杯咖啡吗？不然呢？你还想不单纯的干点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咖啡，好喝。完了完了，怎么感觉这个人今天这么会聊啊？ 一定是错觉，对，错觉。